正在来搬两个包裹回去噻，再不来搬都老了，血血都淹完了。哎，刚好还没捞得到，让我们婆那个包裹摘得高哦，我人过年就要把人都看不到。新的了哟，再不起都老了哟。走了，回去了，够了，给豆豆装满了。我人家中午煮包裹吃，让我搬弄大杯。我俩就没讲，我看不懂。上午你煮个又怕又落的包裹包摆吃啊，跟买牙齿的吃得动。要得，我十多年没吃过包裹包了。我记得二小的时候帮忙买包子，买半天好就买点冰糕。婆，我先端你煮去，等煮好了我喊你。要得好。拿破壁机来给它打成羹羹，再给它少加一点点水。加一碗烩面，加点点小磨。然后来点白糖，加一点点香油，再给它打两个鸡蛋，给它搞转，搞成那种连咚咚的都要得了。拿几张包裹爷爷来给它包起，再给它放一块红枣在上面。把它锅里蒸了10分钟，给它来点点油，然后再来煎几个包包来吃，看哪种好吃的。我们给它煎成两面金黄的样子了，那好香啊！来看一下水没有？哎呦，好疼！来，要吃包谷包的来得了哟！来，婆好了，好的，吃点那些先，那些吃得动哈？嗯，我吃的好。我来尝下那个煎的，觉得那个煎的香点，来个大的。嗯，好香啊，还是那个小时候那个味道。嗯，还好吃，比别人做还要香点。我今天没煮饭了，弄到两盆包裹包给你吃哦。哎，对，我都吃得饱，好吃。